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亲爱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大喜日子，50华诞，普天同庆，万众欢腾。此时此刻，我们这些在中央电视台总导演室里工作的同志们，心情更是格外的激动。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刚刚在这里成功的为大家现场直播了首都天安门广场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今天晚上呢，我们又要在这里为大家现场直播，并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直播，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大型联欢晚会的盛况。此时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鲜花如潮，10万人的欢声笑语汇成了沸腾的海洋，人们都在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刻。这台大型的联欢晚会以祝福你祖国为主题，以欢腾热烈的场面表现全国各族人民欢度国庆的喜悦之情，充满激情地展现中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迎接新世纪的精神面貌和时代的风采。为了直播这次有10万人参加的联欢晚会，我们分别在天安门城楼、金水桥前、大会堂的楼顶、革命博物馆的楼顶、北京饭店、中山公园的门前、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门前、礼花区、大会堂的东门和国旗杆周围的群众联欢区，一共设了10个转播点，连同中央电视台的主演播室，一共投入了39台的摄像机。同时呢，我们还联合了10个省市自治区的电视台，为我们传送了当地人民庆祝国庆的盛况。今天的晚会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盛况空前。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天安门城楼上的主持人为我们介绍那里的情况。我在天安门城楼向大家报道，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节日的夜晚，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气象万千。从城楼向广场看去，在灿烂的灯光当中，彩旗飘扬，花团锦簇，喷泉如注，洋溢着一派欢乐的节日景象。首都10余万群众很早就来到了这里，在欢歌笑语声中，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联欢晚会的开始。现在呢，我们把各个景点的情况呢向大家做一个介绍。周涛，好，请你给大家先做介绍。好，各位观众朋友，我这里就是今天晚上广场联欢的中心表演区。我们这个中心表演区的范围是东起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南门，西到中山公园的南门。在我们这里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优秀演员，他们将为大家做精彩的表演。同时，我们的中心演区呢，也将和广场上的群众联欢场面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一幅首都国庆之夜10万人狂欢的壮丽图景。那接下来将由孙小梅继续为您介绍。孙小梅，听见了吗？听见了，周涛。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现在我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门口，在我的身后呢，是农民朋友的代表。清秋十月是大地收获的季节，今天呢，他们从希望的田野上走来，要把累累的硕果奉献给祖国母亲。好，观众朋友，接下来请李平为大家介绍工人表演区的情况。亲爱的工人朋友们，今晚首都产业大军将在这里代表你们为祖国母亲祝福。我们的位置是在中山公园门前，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精彩表演。从我们这里向广场望去，正是5星红旗每天升起的地方，那里的主持人是江峰。观众朋友们，距离国旗最近的是由首都各个高校组成的青春方阵，我们的青年朋友们朝气蓬勃，热血沸腾，
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和跨世纪的神圣使命，为祖国母亲献上心中的歌。现在请大家看人民大会堂楼顶，四小红和张正将继续为您主持。好，观众朋友你好，我和张正一起是站在人民大会堂的楼顶，等一会儿灿烂的礼花将点燃首都的夜空，我们将现场为您介绍礼花的精彩场面。观众朋友们，今夜在长达40分钟的礼花释放过程中，您将看到有170多种礼花腾空而起，它们将和彩色的激光束、探照灯与地面的华灯、花海、人潮一起，给节日的天安门广场营造出一派辉煌的景象。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魏建行、李兰清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10万群众共同参加国庆联欢晚会。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联欢晚会现在开始。威武雄健的5名男主啊，英姿飒爽的4名女主啊，特别引人注目。他们之中有来自广州战士歌舞团的男主王刘展，来自北京石景山区的女主王王玉娟，担任茶手的是武警北京总队16支队的100名优秀战士。Thank you.
是有8万人参加的联欢场面，整个天安门广场已经汇成了歌舞的海洋。在他们当中，有曾经参加过民族解放战争的老英雄，有新中国的第一代建设者，有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新劳模，有守卫祖国的解放军指战员，有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有为国争光的科技工作者，还有肩负着祖国未来希望和神圣使命的莘莘学子。伴随着欢快的舞曲，他们载歌载舞，尽情地抒发着内心的喜悦和自豪。今天晚上的集体舞一共有9曲，其中包括歌颂祖国太平吉祥、人民幸福安康的《开门红》《好日子》，有体现民族大团结的《爱我中华》，有表现民族风情的《阿西跳跃》，还有充满时代感的《跨越99》，以及优美抒情的《三部圆舞曲》和《青春的旋律》。你看，现在整个广场上歌舞升平，一派盛世景象。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英模、劳模、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还有来自港澳台的同胞、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的代表，以及驻华使领馆的官员，他们和首都群众一起观看焰火，观看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之乡的商河县960个自然村，村村都有谷子秧歌，而且一个村一个样。为欢庆祖国的生日，山东商河县和北京昌平县携手组成260人的秧歌队，在天安门前表演。谷子秧歌主要由伞、鼓、棒、花四种角色构成。那飞旋的花伞，雄健的鼓舞，时而如行云流水，时而似骏马奔腾。丰收的喜悦化作吉祥的图案，祝福祖国的繁荣富强。真是火树银花不夜天呢，观众朋友们，在这普天同庆万众欢腾的节日之夜，全国各地的群众也和首都北京一样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我们现在呢，请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被誉为东方之滨的上海和雪域高原的拉萨，以及南国花城的广州给我们传来的国庆报道。我们是上海东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我是曹可凡，我是袁明。现在我们是在上海的浦东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向大家现场报道上海1300万人民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盛况。今晚浦东的开发开放美景在这里尽情展示。我是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主持人倪林。我是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主持人张明泉。现在呢，我们是在友好轮游船上，黄浦江上热流涌动，遥看浦西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霓虹闪耀，人流如潮。上海汇入了对神州大地的普天同庆之中。位于东海之滨的上海，50年人间巨变，20年天翻地覆，有着光荣历史的英雄上海城，一年一个样，3年大变样，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正成为在祖国神州大地上的一颗焕发夺目光彩的东方明珠。今晚的上海，无论是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还是亚洲第一高达468米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的广场，都成为1300万人民喜庆祖国50华诞的大舞台。朋友们，过节好！过节好！我是西藏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朗杰央宗，我是让沃晋扎。现在我们是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为您报道西藏自治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联欢晚会的盛况。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西藏250万各族人民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祝愿全国各族人民节日快乐，吉祥如意。圣洁的哈达带来了藏族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祝福，雪域高原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250万西藏各族人民正满怀豪情，信心百倍地迈向新世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盛况。在新城区绚丽的夜景之下，巨大的舞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醒狮与巨龙共舞，锣鼓与号角齐鸣，璀璨的礼花照亮了美丽的云山珠水，人们载歌载舞，向祖国倾诉心中的爱。广州，祖国的南大门，秀美的珠江从这里穿过，流向浩瀚的南海。此时此刻，670万广州人民正沉浸在盛大节日的狂欢之中。五羊衔岁的古老传说，如今已经化作老百姓富裕安康的幸福画卷。七彩华光照亮了这座千年古城的美好前景。广州正身材飞扬地奔向未来。今天晚上我们中心演区的演出共分为3个篇章，第一篇章贺神州五天同庆，第二篇章迎中华流光溢彩，第三篇章送祖国万众欢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参加演出的各民族的演员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从天山脚下走来，他们从雪域高原走来，他们从山茶花盛开的家乡走来，他们从奔腾的马背上走来，带着哈达酥油茶，带着冬不拉和哈密瓜，带着芦笛荷包走来，走进了我们欢乐的人群中，走进了共和国节日狂欢的队伍里。他们优美的舞姿，高亢的歌声，将久久地留在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中。风情
透出太行儿女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也表达着他们对祖国的爱，对新生活的爱。家，一个很大的家，彼此都用真情对话，心和心从不遥远遥远，风和雨啊从不害怕，中华是我的家，一个很大的家，彼此都用爱心表达，孩子的梦不会流浪流浪，妈妈的泪就不会掉下，有家就有爱，有爱才有家，牵着我的目光，目光，目光是回答，有家就有爱，有爱才有家，挽着你的思念，思念，思念是牵挂，就有爱。
笑，微笑能开花。我有一个家，一个很大的家，彼此都用真情对话，心和心从不遥远遥远，风和雨啊从不害怕，风和雨啊从不害怕。美丽的歌舞之乡，
朋友们，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为了这次盛大的庆典，新铺设了16万平方米的天然花岗岩，两侧还新开辟了4800平方米的绿地，青砖碧草映衬的天安门城楼更加宏伟壮观。的64组华灯与周围的现代化照明系统遥相呼应，熠熠生辉，仿佛银河落入人间。而积水桥畔的喷水池使用了现代化的程控系统，能够变换出72种不同的水波造型，看上去真是赏心悦目，熠熠生辉。来自辽宁的满族太平鼓，以兴高采烈的情绪，浓郁的生活气息，描绘着太平盛世。
雄浑豪迈，大江奔涌，大河澎湃，鼓荡着神州儿女的热血情怀，发出了宇宙天地的生命喝彩，朗朗的中华大气派，堂堂的中华大气派，江河奔流自由史册千载，沧海横流更显英华一代，我们走向世纪之交的舞台，我们写下世纪之交的风采，我们迎接世纪之交的到来，把一条阳关大道向着太阳铺开，我们走向世纪之交的舞台，我们写下世纪之交的风采，我们迎接世纪之交的到来，大江奔涌，大河澎湃，鼓荡着神州儿女的热血情怀，发出了宇宙天地的生命喝彩，朗朗的中华大气派，堂堂的中华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的总导演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42，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联欢晚会第二次礼花释放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司小红和张正呢，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人民大会堂的楼顶，那是我们设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最高级位了，从那里看礼花是全方位的。我们现在请他们二位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介绍。好的，倪萍。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火树银花不夜天，异彩纷呈的礼花千姿百态，争奇斗艳。今天晚上的礼花释放共分4个阶段，总长为40分钟，将有170多个品种绽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其中有许多品种都是我们大家第一次见到的。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在这里呢，我们要代表全国人民特别感谢担任今晚礼花释放任务的武警官兵们，为了给首都的节日夜空增辉添彩，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朋友们，就让礼炮鸣放出祖国的尊严与强大，让礼花展现出祖国的繁荣和昌盛吧。好，观众朋友，伴随着走进新时代的音乐声，一束束礼花腾空而起，把首都的夜空映照的是一片光明璀璨。那一朵朵礼花就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激荡着时代的旋律，奏响着天上人间的辉煌乐章。观众朋友，第二阶段的礼花释放总长是15分钟，共有70多个品种，以每分钟3组的节奏燃放。释放的礼花中有世纪春光、
红星椰树，绿星椰树，英雄辈出，阳春白雪，三元开泰，还有世纪金光，鸿雁欢唱，绿光摇曳，蝴蝶，太阳雨，金碧辉煌，澳门之星，敦煌飞天和铁树开花，还有紫云英，春风得意，红霞铺地，普天同庆，遨游苍穹，彩带飘摇，金飘带等等。好，观众朋友，朵朵礼花表达了56个民族共同的祝福，祝祖国母亲岁岁平安。礼花朵朵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共同祝愿，祝愿华夏儿女幸福久长。中心表演区又出现了流光溢彩的奇妙景观，这是今天联欢晚会的第二篇章，银中华流光溢彩。哇，这次把泰南传统灯彩和现代科技的光并结合舞蹈、戏曲、歌唱等艺术形式，营造出群星灿烂的美景，集中表现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祖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身着戏剧服饰，手持中国传统大红灯笼和
祖国大地正涌动着改革春潮，场上表演的红灯彩旗舞拉开了灯彩艺术亮丽的画卷。满园通过四个戏种五个段落，
友们，现在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与参加联欢晚会的各界人士亲切会面。水的鲤鱼灯，技巧夺人的大脚滚灯在相互穿插表演，使场上的画面绚丽动人。表演者分别来自浙江海宁、余杭、青田和北京西城区。